新剧开播就开大，他为了当爱人的新娘，不惜用自己的没脸换走丑脸。再归来已经是另一副面孔，可是这副面孔背后却是跋扈的上官芷。那个为了得到爱不惜刮骨的上官芷，而美丽的脸庞下却是爱人杨采薇。这让男人直接崩溃。10年前的他还是没有泼向的杨采薇，而他还是没有能力的输出。可是杨家突遭变故，杨父杨母当场被灭口，而杨采薇也被划了一刀，坠入湖底。可当他拼了命爬上来，找到未婚夫潘越嘉时，换来的却是对方的驱赶。 而潘越知道此事后，就开始与父亲对着干，要不是父亲阻拦，自己怎么都会留下未婚妻的。而10年后，父亲实在受不了潘越一直搅和，作为交换，就告诉了他未婚妻杨采薇的存在。而此时的杨采薇还是个专门收尸的收尸人，这一次刚好遇到县令找不到凶手，就随便抓走了杨采薇。就在即将画押之际，潘越出现，他当场灭了县令，只说了一句“我来晚了”。而醒来后，杨采薇才认出这是10年前的那个孩子。 可是自己早已经不是当初的自己，毕竟这样的脸怎么配得上远近闻名的美男子？可是潘越却表示，小时候他对自己说，相貌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内心。可是这么多年的漂泊，杨采薇早就不敢再爱了。而此时的上官芷知道了爱人潘越要娶丑女，他难以想象自己从小胖妞到现在，除了刮骨，除了忍受每日吃恶心的东西，还有定期熏香美白皮肤，这才能有了现在的容貌和身体。可是得知一切还不如一个丑女，他直接来到潘越家大闹。可是潘越却告诉他。 自己在意的从来都是内心，可是心里已经开始扭曲的上官芷，居然在大婚前夜敲开了杨采薇的门，并且带着她来到悬崖边。他告诉杨采薇，只要自己换上她的脸，就能代替她去出嫁，而他只需为情跳崖就行。可他并不知道，眼前的杨采薇也不是笨蛋，毕竟自己流浪了10年，什么都学会了。随后就用小刀劫持上官芷，可是还是没逃过上官芷的爪牙。而隔天，换上杨采薇脸的上官芷，如愿嫁给了自己的爱人潘越。 而此时的杨采薇却带着上官芷的脸醒了过来，并且自己和潘越的定情玉佩还在身边。要知道，这可是相认的证据。于是拿着玉佩的她来到了婚礼现场，可看到的却是从上掉下来的自己。而潘越也从房间急匆匆跑出来，瞬时间他还以为潘越并不爱自己，只是为了伤害自己，于是就晕了过去。一个月后再醒来时，却是另一个人，割脸换皮只为嫁给爱人潘越。 谁料新婚当晚就被人戕害，而真正的丑女杨采薇却在他的身体里活过来。回想换脸之前，只记得上官芷说为了爱潘越，她遭受了很多非人的折磨，除了刮骨之外，还每日喝羊胎盘，并且香薰和鲜花滋养，才能从当初的小胖子到现在。可是等自己到了这么漂亮的时候，爱人却告诉自己，她在意的是内心，不是外表。说着就求娶了八脸杨采薇。可是只有杨采薇知道，潘越在意的从来都是内心。而当自己醒来，却告诉他时。 看到的却是潘越从房间出来，用了自己脸的上官芷坠楼。一月后，潘越从京城归来，虽然他白了发，可是外面却议论说，是因为潘越想当驸马，可是又不能拒绝先皇赐婚，这才娶了丑女，还在新婚当晚戕害丑女，现在没了丑女的阻碍，就能名正言顺当驸马。而杨采薇听到后也觉得很有道理，毕竟当晚自己看到过潘越，所以杨采薇找到上官芷哥哥，告诉他自己要留下不回京城，哥哥还以为妹妹还是忘不掉潘越，就暂时答应了妹妹。 并且给他留下一堆财富，可是10年间都住在乱坟岗的采薇，一时间怎么能适应这样的生活？他不止不喜欢丫鬟这么害怕自己，还不喜欢上官芷之前的毛病。于是借口去追潘越，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要住在县衙简陋的地方。而潘越则不愿意接触他，谁料在无意间看到了地上的香囊，爱人的尸体旁就有这样的香囊，于是潘越就以为是他戕害了爱人，就答应了住在县衙的要求，并且还让他做自己的文案，随时在自己身边，这样就能方便调查。 而对于采薇来说，他只想调查清楚坠楼原因，好拆穿这个假惺惺的潘越。于是他先是来到卷宗室，结果什么都没查到。随后来到潘越的房间，看到了潘越藏的卷宗果然在里面看到了疑点，上面显示坠楼后尸首旁边有水。要知道阁楼上都是没有水的，那这个水字就有问题。于是他准备解剖尸体，可是他怎么都想不到尸体在何处，只能先找到自己的好友。而好友一开始看着这么漂亮的他，怎么都联想不到他是采薇。可采薇却做出自己习惯的动作。 并且说出他卖的首饰都是哪里来的，这时好友白小生才知道，眼前的美女就是采薇。而白小生也带着采薇找到仵作师傅，师傅一开始也不敢认，直到采薇背出师傅教的验尸口诀，师傅才敢认出，并且把采薇当时留下的工具给了采薇。采薇有了验尸工具，接下来就是找尸首，于是他来到赌坊，假装来赌新任的县令潘越，干不了几天就会被地头蛇赶出去。众人见他肯定的样子，就想问问为什么，而他假装告诉好友。 随后离去，好友又假装告诉旁边的人，就这样，这件事情就传开了。都表示潘越当时坠楼的妻子尸体已经被地头蛇找到了，马上验尸后找到证据，就会把潘越赶走。
而潘越听到后还以为爱人失手被盗，就准备当晚就去，而采薇也提前找好葫芦花种子，此花种在夜里会发光，所以采薇就顺着这个光找到了尸体所在。而看到这里的一刻，采薇才知道潘越那么的爱自己，因为当初自己玩笑说过，自己如果离世就一定要在桃林安葬，还说要葬在这个位置，而现在的位置就是自己当初随手一指的，自己一句玩笑话他竟然这么当真。而走进密室看到的几个字也体现了潘越的爱，并且尸首还是在水晶棺里，这样的尸首多少年都不会腐烂，由此可见他是真心爱着的。他前一天拒绝倾城之美，后一天求娶当代丑女，而他的理由是只在意内心，于是疯批的他就准备换一张脸，让自己用丑女的脸嫁给爱人。而当他真的如愿以偿嫁给爱人后，还没等洞房，当晚就被灭口。等丑女赶来时看到的却是代替自己离世的上官芷，此时他抓着爱人给自己的玉佩，他清楚地记得上官芷坠楼前看到过爱人经过，而做了十年仵作的他一下猜到男人是为了把自己灭口，这才假装求娶自己，毕竟谁都不相信丑女会被爱。可是男人却在妻子离世后一夜白头，并且把妻子葬在他喜爱的地方。而丑女采薇跟踪到这里后，看到这个桃林，想起曾经自己随手一指的这里，却真的被他记下，成为了自己的墓地，并且尸首也被水晶棺保存，这怎么看都不像是爱人戕害的，不然也不会这么用心的。于是他决定调查下去，看看当天坠楼真相是什么，但是调查就需要有个正当理由。于是他一改往日的习惯，穿得破破烂烂的来到县衙，说自己已经想通了，强扭的瓜不甜，所以现在自己只想为百姓做事，在县衙工作。可潘越并不想同意，奈何好友一再拜托让自己照顾好妹妹，所以潘越才勉强同意。而两人接到的一个案子就是一妇人拦路叫骂，说潘越不配当县令，新婚当天戕害妻子，应该送去衙门。此时众人并不知道妇人的无奈，于是要抓走妇人。可此时妇人丈夫出现，当采薇看到妇人开始慌张并且手臂都有痕迹后，她知道妇人是想被抓，这样就不用被折磨，于是表示要抓走妇人。而潘越看出采薇想救人，于是问男人妇人是不是精神有些问题，所以才会当街叫嚣，如果是那就不用被抓。男人为了带走妻子只能连连点头，殊不知正中下怀，因为接下来潘越表示那这种病接回去后丈夫就要为妻子负责，男人立马表示同意。谁料刚转身妇人又开始叫嚣，此时潘越表示把男人抓走，因为他刚刚答应承担责任，此时男人才知道被算。可是潘越并不知道男人的家族是地头蛇，而当地有四大家族，大家纷纷表示要质疑这县令，可是此时其中的亲弟想用潘越的手为自己铺路，于是当晚就约了潘越。而采薇还以为他要做坏事，就暗自跟踪，到了酒楼后还假装情诗，亲弟也表示想和潘越合作，两人联手把其他三个家族整治，以后自己当家族首领。潘越立马表示同意，毕竟有人帮自己掩护，何乐不为。结果采薇却气得乱弹琴，还被亲弟发现。而潘越看到这双眼就知道他是谁，于是假装要他陪陪自己，借机把他带走了，并且告诉采薇以后不能这样胡来，不然没办法和上官兰交代。而地头蛇其一的银玉楼开始整治潘越，直接撞到潘越新婚当晚戕害妻子。而采薇为了查案立马表示有什么证据，可是银玉楼表示只管报案，证据是他们想办法，因为当时的结案陈词是自枪，可是人人都知道丑女从小被欺辱，可从没想过自枪，又何必等到新婚。而潘越表示自己结案这本来就是自己想要的，现在更加有理由查询幕后，可是在采薇眼里他就是想撇清关系，所以一直跟踪潘越。也终于在这天看到了潘越慌慌张张毁掉了刚刚送来的纸条，于是等潘越走后采薇偷偷溜进去发现潘越的秘密，开播就割皮换脸疯批追爱，结果前脚刚嫁给所爱后脚就被戕害。当真的丑女赶来时看到她替自己而死后，本想赶快逃离这个疯批之地，结果却看到自己的墓地，这个墓地可是自己当初随手一指的，当时只是玩笑的说自己要是死了就要葬在这种桃花盛开的地方，结果男人居然这么用心。随后当场解剖尸首后果然发现了端倪，此时丑女回忆之前种种，当时男人说就喜欢自己，哪怕这张脸坏了但是心没坏就行，难道他真的是为了十年前自己帮助过他就喜欢上自己了。于是为了调查真相他再次出现在死者家里，而这一次他的新身份叫上官芷，可是真的上官芷嚣张跋扈，只因他对着丫鬟笑了一下，丫鬟就吓得要命，说之前只要笑了那就代表众人要受折磨了。随后还端来了羊胎盘，闻着这个味道采薇一直恶心，可是丫鬟表示之前每月都要喝这个来保持皮肤白皙，采薇才知道为了美上官芷受了多少罪，可笑的是美了后却得不到爱，所以才疯批的和自己换脸。随后采薇告诉丫鬟们之前的自己已经翻篇了，自从爱人结婚后自己觉得应该重新活一次，所以以前的习惯都要改变。随后就是找到自己的解剖工具，然后来到密室打开水晶棺后就在尸首上
发现了一根银针，果然是有人动了手脚。而此时男人却出现了，原来他一直怀疑采薇不对劲，之前的上官只是绝对不会这样的。于是采薇只能把一切都说出来，直到解剖尸首的一刻，男人才认出美丽的脸庞下是自己的爱人采薇，因为他和采薇说了一样的话。尸体是会说话，再不问就没机会了。尸体是会说话，再不问就没机会了。可当自己发现这些后，采薇却身中一箭。就在几天前，采薇看着自己的脸躺在棺木，她知道自己回不去了。虽然此女子换脸是为了爱人，可是新婚当天却被爱人枪害，现在自己能做的就是解剖尸首，查明真相。可此时男人却出现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多爱妻子，可一切证据都证明是他枪害，所以他并不想解释，而他能做的只有保护好妻子的遗体，不让任何人靠近和解剖。此时他还不知道眼前的女子就是自己一直爱着的丑女，所以以为一向跋扈的他是来毁尸。就这样相互怀疑的两人，总有一个点破这个局面，所以采薇先行说话，表示自己是看他离世的可怜，所以想查一下到底为什么离世。而潘月也没有别的证据，只能先放走采薇。而采薇此时拿出自己查到针，这个金针很细，普通的店面是找不到的，并且尸首表现是先被枪害然后被丢下楼的，所以现在的关键是找到做针的师傅。于是他来到当地比较出名的店铺，寻找细如发丝的金针，可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潘月看在眼底，所以此时潘月出现，采薇只能说自己在买首饰。可是潘月在采薇走后检查过尸首，看到了头顶的针眼，所以知道采薇在找细针，并且假装给采薇选择一个，说完拿着超细的一根珠钗就要给采薇戴上。采薇害怕不已，可是他不知道之前的上官只看到潘月都是能多接触多接触，怎么会像现在一样害怕自己。所以潘月开始怀疑采薇。而回家的路上，采薇为了不让潘月再这样怀疑，只能拿出自己找的金针，表示尸首的头顶位置找到的，并且把自己的猜测都告诉他。而潘月看着采薇如此，总觉得他变了，之前的上官职怎么可能去碰尸首，还这么聪明的找到证物。要知道自己可是找的有名无座，都没查出这些。而机智的采薇此时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以潘月要讨好郡主为由，广纳各种发簪。潘月见采薇如此上心，决定先把自己的怀疑放在心底。而送回来的首饰中比较像的，也就是这个发冠上的吊坠，这个细的程度应该可以做出细针。而听老板的描述，这是有名的巧手杨六郎。于是两人找到杨六郎家，可是当开门后，老奶奶听到的这句话居然和当初让自己做金针的老板一样的声音。请问这里是金六郎家吗？他们的语气声调这个声音我到死都不会放，果然是他。直到他迷糊中亲吻了一下，他才说出自己不是上官职。死了，我不是上官职啊。原来他是被换脸后存活的人。而当男人知道这些后，采薇却中箭危在旦夕。就在几天前，采薇在自己尸首上看到了一个金针，为了早点破案就把事情告诉潘月，潘月也为了早点给爱人找到凶手就查到了做金针的杨六郎。而此时开门的老奶奶听到潘月的声音当场吓住了，这个声音明明是凶手的声音，于是害怕的奶奶不敢让他们进。只是此时采薇说这个是新来的县令，处于害怕，奶奶让人们进来，但是什么都不肯说明，只是说自己年纪大了，眼睛看不太清了。而此时善良的采薇来到这些油灯面前，看着油灯缺油，善良的她给老奶奶续上。可这么不经意的动作让潘月又看出不对，因为之前的大小姐上官职怎么可能会给油灯加油，还会修好这种机关。此时他并不知道此女是自己爱人，要不是上官职为了嫁给他，也不会和丑女换脸。而老奶奶看采薇善良，所以告诉采薇当晚孩子本来要去结账，说买家给了很多银子，并且说晚上开心去喝点，晚点回来。可是隔天早上等来的是孩子自枪坠河的消息。可是他知道自己的孩子不会自枪，毕竟他很孝顺，别的就不愿意再说。可采薇看出奶奶有事隐瞒，于是让奶奶带自己去祭拜下杨六郎，老奶奶就把众人带来墓地。看着老奶奶这么伤心，潘月不好当面解剖，就让采薇支开奶奶自己去叫人。随后见潘月走开，老奶奶才说出真相。原来在出事前一天买家来过，原来买家说话的声音和潘月一模一样。要知道眼睛不好的人耳朵是很敏捷的，所以老奶奶的话不会错。此时的采薇气愤难耐，难道自己真的是他枪害的？难道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真的只是为了履行先皇遗诏，娶了自己后又觉得自己丑，所以就枪害了？于是气愤的采薇当场挖开坟，结果就是这个举动让潘月彻底坐不住，质疑他到底是谁。之前的上官只连刀都拿不动，怎么可能这么有力气？而采薇只是说自己最近锻炼身体，可是下意识对潘月的害怕却还是藏不住。随后众人赶来，在尸首抬出来后，仵作只能断定不是自枪，但是离世原因看不出。可此时采薇看出小腹鼓鼓的，要他把下肚打开看看，可是仵作表示一个小姑娘懂什么。结果潘月怒了，他不知道自己下意识维护采薇的一刻就已经代表他把眼前的女子当成了爱人，
而在尸首上果然发现不对，这一堆银子居然都在肚子里，由此可见是吞了银子后离世，然后被抛在水里，可谓是天衣无缝。可此时潘月却发现了一块牌子，就在大家都觉得恶心的时候，只有采薇很感兴趣，并且通过研究看出这是赌方的筹码，于是采薇要求潘月带自己去，可是潘月不想采薇受伤，毕竟那种地方名义上是怕不好给哥哥交代，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关心此女，可采薇还是进去了，害怕采薇惹出什么事，潘月只能带着采薇一起。随后两人看到一对爱人，刚好适合两人扮演，于是潘月和采薇就换上对方的衣服，拿着对方的牌子进入了赌方的后场。可是此时幕后之人知道了此事，就准备让赌方的人动手，借机除掉潘月。随后赌方派出几位女子与狼打斗，不受伤的才会赢，可是采薇却坐不住了，殊不知就是自己的好心把一切都暴露了，她前一秒还在可怜池子里的女人们，后一秒就开始呐喊让他们斗。旁边的潘月立马看出事情不对，可当带他来到房间后，听到的却是他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可能我不是上官职啊，难道他真的是另一个人？于是他追问他到底是谁，殊不知他就是自己的爱人采薇。而采薇看着自己爱人的脸，不自觉地亲了上去，这一下给潘月气的直接用水泼醒采薇。而采薇想到刚刚的画面，本想去房间清醒下，却发现自己被跟踪了，聪明的采薇先是呼救，随后在刺客进来后拼了命逃走，逃到了自己刚刚的座位上，下面也开始了斗舞比赛，而采薇也被刺客赶了下去，好在潘月及时赶来，先是打晕了刺客，然后跳到狼窝，对着狼们就开始战斗，殊不知下意识的保护就已经说明了一颗充满爱的心，再次靠近的时候，哪怕脸庞变了，可还是会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己的心不会骗自己。随后救出采薇后，刺客也被泼醒，可是刺客什么都不说，潘月只能先说出自己猜测，自己因为在婚礼当天撞到过刺客，所以对他有印象，并且自己被别人支走后，他也有异常的离席了。随后自己来到花园，发现并没有人找自己，而此时传来的是新娘坠楼的消息，当自己赶到时，看到的只有爱人的尸首，而当自己去查尸首上的金针时，对方的老奶奶却说是自己。此时刺客得意地说，自己就是用潘月的声音说话，并且留老奶奶的姓名，为的就是这一天坐实潘月戕害妻子的事实。可对于幕后指使，刺客只字不提，直接咬烂舌头。此时潘月疯了一样让刺客说出幕后，可是采薇知道刺客一旦离世，什么线索都断了，于是一直喊潘月住手，可此时的潘月却认出眼前的人就是自己爱人采薇，从神情到动作包括说话的声音居然都是一样的，可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太多，刺客就离世了。离世前刺客说，幕后之人是他惹不起的，也是自己不能说的。看着目前的线索断了，潘月悲痛不已，他多想查出新婚当晚让自己妻子离世的幕后之人，而此时赌方的宠妻却被别人戕害，而身体上的刀就是潘月刚刚刺杀狼的时候留下的刀，此时的赌方老板要让潘月偿命。而另一边采薇却发现刺客身体不对劲，这个伤疤的方位像极了自己划上去的，并且在触摸下发现上面有硬块，随后就用旁边的利器划破了尸首的腹腔，而此时他在里面找到了一块令牌。此时潘月终于按耐不住问他怎么知道这里有东西，而他解释到伤口的形状还有里面软硬程度都不一样时，简直与自己的爱人一模一样，这一刻潘月才开始怀疑他就是自己的爱人附体，因为他并没想到会被换脸。可当他好不容易找回爱人，此时门外却开始放箭，而采薇也命中一箭，危在旦夕，